前，布朗女神杨钰莹现身深圳宝安机场，长发披肩的她，一手拿黑色皮衣，一手插裤兜，戴着黑框眼镜，脚踩白色皮靴，一副摩登都市女性的模样。仔细观察杨钰莹的面部，根本就是素颜。今年即将48岁的杨钰莹保养得实在太好，素颜的皮肤能够如此白皙和光嫩，说是28岁都不见得能拥有这样的皮肤状态啊。作为华语乐坛甜歌天后，曾经娱乐圈内乐女代表人物，杨钰莹直到现在都还没有丢扮，很能打。画的包包也是搭配一身黑白的纪梵希黑色大包包，很实用。前几日同样被拍到在机场的她，则是摘下了黑色镜框，披着驼色披肩，手里提着 LV， 走路带风，见镜头还超级大方亲和，微笑示意。看得出来，杨钰莹跟全世界所有女人一样，都是爱包之人。去年夏天，杨钰莹一身清凉白衬衣，腰间挂着香奈儿蓝色腰包，也是紧跟时尚潮流。这种女人大概就是很多女人40多岁的目标吧，形象好，气质佳。同时不管是纪梵希、路易威登还是香奈儿，各种大牌包包应有尽有。跟同龄人姐妹们聚会合照一对比起来，简直就是阿姨和女儿，这样的女人太可怕了。希望杨钰莹能分享一下她的保养秘籍，为广大女性们造福。